别紧张啊，这就是个小骗子。这个人渣能多活几个小时，也是拜你们所赐，也算是让他死个明白。听见没有？这些都是你犯的事，你造的孽。他想逃到国外，被我的人截下来了。弄死他之前，我就想知道一件事：到底有多少人被他骗过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陈淑发聪明一世，糊涂一世，居然让这个人渣给迷惑了。还好我有这个好奇心，啊，暂时留下你这条小命。今天把你们这些受害者请来，就是想把账算一算，把新仇旧恨清一清。陈总，你冷静一点。他罪不至死吧？快把刀放下！你是要拉着我们一起杀人吗？是不是疯了？放心吧，费克，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只要我们保守秘密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那个司机是我的人，他会把这条船处理掉的。如果你们不动手，谁都回不去。动手干嘛？一人一刀，让他也感受我们的痛苦，然后把他扔到海里去。你可以报警，可以告他，但是不能杀他。告他。告他，告他能判几年？一个个的说起他来，恨得牙根痒痒的。我把他抓来了，给你们报仇。你们他妈的在这儿装什么高尚？你们以为钱能回来？假的！什么转账记录、银行卡、钥匙，都是我安排的。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讲出他干的那些脏事儿。你。你的脸能回来吗？纯真回得来吗？啊，你回得来吗？这是，这是金家家的。是你想杀人，你拉上我们行不行？这是景物。别打了！